今天我给大家介绍一下咱们瑞银最新研发的一款 CLL-1600TDX 的聚光灯。这款聚光灯具有可接调光台、可触屏操作、可调色温在3000至 8000K 之间，亮度在0%到100%之间调节。它还有一个调焦的功能，可以聚拢和收缩光线。它的工作电压在100到240伏之间，适合全世界通用，广泛应用于我们的商业摄影、摄影摄像、微电影的拍摄、电影的录制以及演播厅的一些布光。大家可以看到，我们这款聚光灯配备了一个 U 型支架，可以方便我们打光的时候调整角度，可以旋转，非常方便。另外我们还配了反光板，可以更好的收缩光线，达到我们想要的那种光效。我们装反光板的时候呢，首先要将上面这个卡尺拔起，然后旋转90度之后，再装上这个反光板。反光板的叶片也可以随意调整。接下来我给大家介绍一下这个灯的控制面板。首先这个是电线接口，旁边是电源总开关，在旁边是保护开关。当这个开关向上打开的时候，功率自动降到50%。这个圆形的是调焦按钮，当我们顺时针旋转的时候，它是聚拢光线；逆时针旋转的时候是扩散光线。上面两个旋钮，靠上面的这个是色温调节按钮，下面这个是亮度调节按钮，左边是那个液晶显示屏，在左边一个小的显示屏是温度显示，当温度达到70度的时候，功率会自动降低一半。下面这一块是我们的信号的频道编码，那靠这边的是控制信号的输出，这边是控制信号的输入，这个上面是我们的保险丝，用一个小的螺丝刀就可以将其取出，起到一个电流过载保护的作用。下面我们通上电来看一下显示屏的操作。左边显示的是色温，右边显示的是亮度。接下来我们来调节一下，轻轻按住这个向上的按钮，看到色温回复 3000K， 迅速变到 8000K。我们3000到 8000K 只可以任意调节，调回来。我们调一下亮度。我们其实也可以通过旁边的旋钮来进行调节。旋钮我们一般是用于微调，因为它每次调的范围比较小。然后触屏操作呢，我们是可以快速的达到某一个色温值，当跨度比较大的时候，我们可以通过触屏的操作，所以非常方便。给大家展示一下调焦的效果，现在是聚拢光线，大家可以看到光斑的变化。放大，现在给大家讲一下色温以及亮度的变化。现在是 3000K， 我们往上调节色温，大家可以看色温的变化，到白光然后再慢慢变蓝。
达到8000K。现在看一下亮度的变化，现在是0，慢慢增加，最大到100%。